走完了北丝路，走完了南丝路，走过了海上丝绸之路，大丝路的终点站究竟在哪里？全新第四季，我们又将会带给观众朋友怎么样前所未见的体验？您准备好了吗？发现大丝路，耶！明天晚上9点，全新第四季《发现大丝路》，请锁定亚洲旅游台35频道，一起去新疆吧！